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了，真是不敢想象。我觉得呀、啊，不光我们电视的内容在日新月异，同时呢，技术手段呀、啊，也是每天都在变。远了不说吧，咱们就说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可以说那盛大的场面，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，感到自豪，让我们终身难忘。但是那宏伟的开幕式，同时也催生了电视技术的一次变革。你比如说吧，我们今天精英开幕式的现场就是如此的辉煌、真的就像以前我们很少看到这个舞台上的所有的台阶、包括四周的这个帷幕全部是用 LED 制成的。对，但是无论技术怎么变，无论形式怎么变，其实作为电视人的心愿是不会变的，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好的节目，给大家一份快乐，给大家一份感悟，陪伴您走过一个又一个冬去春来。
谢谢，谢谢演员们的精彩表演。一曲《冬去春来》，我们所有舞蹈演员用他们优美的身姿，在这个现场为我们飞扬出来的蓬勃的生机，真是恰似我们这个目前电视发展的蓬勃。是的，这十年来电视事业的兴旺，电视产业的发达呢，离不开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每一位电视人，同时呢，更离不开为这份事业、这个产业厘清政策、制定航标的把舵子。是的，2010年7月23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专题的研究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，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，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。是啊，以前呢，我们总是把电视呢，只是当成是一门事业在看，而忽略了它的产业属性。那么在十年前，国家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，经过不断的文化体制改革，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想想十几年前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，这个电视剧的黄金档呢，大量的都是一些境外的电视剧，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。当我们打开黄金档的电视剧的时候，一部接着一部的优秀的国产电视剧，让所有喜欢看电视的观众真的是应接不暇，这就有得益于我们电视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的改革。是的，在我的手上呢有这样一个数据，2008年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为7630亿元，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2.43%，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两年呢有这么多投入大，而且呢可以说是制作非常好的电视剧不断涌现的原因。我想最受益的当然是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了。想想我们小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看动画片，但是呢那个时候都是一些国外的动画片。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特别的幸福，他们可以看到充满着中国文化意味的一些非常漂亮、制作非常精美的动画片，比如说像这个《美猴王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。对。哦，还有一个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，叫做最近特别火，《喜羊羊和灰太狼》。灰太狼是不是？我想呢，这些动画片呢，不仅仅是这个小孩喜欢看，大人也非常喜欢看这些动画片。不仅仅好看，同时它还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这种产业链条。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变化的一个。我们会一直努力，我们会做最好的电视。中国将的是热血。
双手臂环江河，万众一心2010，这是中国电视一个展现时空坐标的新原点。中国电视人的背后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坚实硬度。中国电视人的眼前，是全球近15亿华语人口的广袤市场。中国的电视剧集年产量已经超过15000集，在这样一片四季繁华中，我们更需要理性的自我审视。中国电视还要努力，再努力，创造出更多的电视精品，来满足13亿观众的高端需求。我们需要更大的产业融合，手机视频、三网融合、云端计算，当科技铺就更多的收视跑道，中国电视必须穿越这前所未有的竞争迷局，打造出全新的产业链条。中国需要系统的文化自觉，当美剧韩流在年轻族群中大行其道时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，从电视大国到电视强国的路还有很远。再一次，我们站在了十字路口，一个无法在文化上影响世界的民族，终究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。中华文化需要发声，需要发力，需要行动。70万中国电视从业者，责无旁贷。中国电视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，近10年更完成了从电视小国到电视大国的飞跃。站在全新的起点上，中国电视人必须担起更大的文化使命，开启中国电视的新黄金10年。我们需要大投入，用全新科技手段来讲述中国故事。我们需要大勇气，把中国价值植入世界流行话语体系。我们需要大智慧，从深厚的中华文化中培育可以对接市场经济的国际传播力。我们需要大整合，去创造可以风靡亚洲、可以走向世界的华流电视。股市稳定的社会环境，国力增强的物质实力，国家体制下的科技融合，已经为这一代中国电视人提供了完成这一使命最有力的支撑。中国电视必须要追求和中国经济体量相匹配的影响力，跨越语言，跨越民族，去创造一个可以引领风尚的华流电视新时代，去制造让全球市场共享的文化产品。这就是中国电视的使命，让我们相聚在中华文化的大旗下，迎接辉煌灿烂的新黄金10年。洁白的哈达，千里草
亲爱的朋友们，越飞越高越精彩，这是精英展翅的宣言，更是中国电视人对中国电视观众的承诺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，这是党的十七大指定的时代航标，也是所有电视人搏击的方向。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感谢你们温暖的眼光，正是你们真诚和深情的注视，才让我们每一次全新的起航有了不竭的动力。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感谢这个时代，正是因为有了它的坚实和宏大，才会让我们中国电视有更加无尽的翱翔空间。在这里再一次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光临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再见。再见。吹起洗净的松